啊，咱这边有一个帅哥哈，啊，唔是唔是唔是，帅妹，贵姓哈？我姓田。哎呦，你个看麦，安尼哇，你看这边就挂机哦。哦，你姓田哦，想点点什么歌？我想点月亮，月娘，我问你。为什么要问月娘呢？对呀、啊。为什么不问太阳公公呢？我也想问啊，没有啦，就觉得说之前工作就是对，是，就是不是很顺遂。也不是，也算吧，因为就是工作有时候加班啊什么的，就很累，然后每次都玩到，就是工作到很晚，对，哦、所以呢，工作到很晚，啊，每次呢下班回家都是看着月亮陪你回家，哦、所以被点起修，鬼牛我猛力，我下面见你，就是这样子的，新兴人类希望透过一首歌表达他自己里面内心里面的要跟月娘讲的话，是我来替你转达，哎、可以好不好？刚好是我的歌，对、okay, 对，我来替你转达。月娘，我问你。看到月娘，该心思叫月娘。